来是师叔。好，我正想找你。嗯，你是谁呀？你大概不会忘了，20年前在郊外西边，想强奸的一个女人吧。原来你是闭着一个眼睛做裁判，我要打下你另外一只眼睛。好，他妈的好小子，我揍死你！师美关在什么地方？快说！